阿共 channel 有新片喎，系工匠学堂，快啲嚟学下嘢啦！各位同学，我系 Miss Chan。有时听到啲同学仔会话，一听到英文两个字，真系想走夹唔透，同埋觉得好苦恼。其实大家唔使惊噶，英文系嚟同你做好朋友噶。一旦你同佢熟络咗，佢会喺你生活里面带俾你另一个丰富同多姿多彩嘅世界，仲会成为你嘅良师益友，喺你生活上面嘅各个方面去帮助你噶。根据研究显示，如果我哋学多一门外语，脑部嘅思维开发就会比起我哋净系识得一门母语嘅思维开发系两倍噶。同样道理，如果我哋学多两门外语咧，加埋我哋嘅母语，总共三种语言，我哋脑部思维开发就会系三倍啦。听完我哋咁讲，你想唔想都嚟工联学多门外语咧？